加新人肯定的李刚林，沉寂5年的时间再度站上舞台，参加歌唱节目《我要当歌手》，表现相当亮眼。而其中受到瞩目的，还有以这个国片《赛德克巴莱》拿下了金马奖最佳男配角的徐亦凡，他演而优则唱。在歌唱节目当中呢，他已经蝉联卫冕者超过2个月的时间，每一场比赛对他来说都是激战。献给在场的各位，还有还没开口唱就哽咽，徐亦凡想起演艺路走来受到很多人帮助，用这一首歌来感谢。掌声响起来，我心更明白。徐亦凡抛下金马奖最佳男配角的光环，站上舞台一圆歌唱梦，已经蝉联超过2个月的卫冕者。一年多前，我妈妈拿了一张 CD 给我，说我非常忙。我这几天打开来一看，那个人就是徐亦凡。徐亦凡的好歌喉注定不被埋没，备受瞩目的还有曾经在2005年入围金曲奖最佳新人的李刚林。好歌喉沉寂5年，一开口就勾起观众和评审回忆。歌唱节目让已经在演艺圈或发片歌手有机会再出单曲 EP， 不过各个实力坚强，该怎么打分数也考倒评审。记者陈立文、林基祥台北报道。